再探，是。张爷和陆口都没动静。看来王亚桥这小子是不敢来闯我这双关了。嗯。在下王九光，我这位兄弟对张大哥手下多有冒犯，我登门谢罪，请张大哥你开个价。王九爷大驾光临寒舍，请。九爷果然豪爽，只不过你这位兄弟点了我九名弟兄，如要放人得让我手下的弟子心服口服啊。好，那就请张大哥吩咐吧。那好，按我青帮规矩，你得闯过刀山天河两道关。好，我倒是想见识见识。弟兄们，小心伺候。九哥，你不该来呀！斧头帮离不开你，杀鬼子、杀汉奸也离不开你啊！我主意已定，不必多言。九哥，九爷，现在后悔还为时不晚。只要斧头帮与我青帮联手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一切好商量。不管他是什么人，只要他不当汉奸，不和鬼子勾结，我都愿意跟他共事。事到如今，这都是后话了。请自便，九哥。请白天河吧。白天河，白天河，白天河。九爷，请看那天河阵中十八口滚开的油锅上横着一根三丈长的铁链，我们张爷敬上三柱高香，愿您平平安安的走过去。多谢了，九爷。有道是，一失足成千古恨呐。我王九光是什么汉子，你张大哥还不知道吗？张爷，如果这次他再得手，那就有劳你送他去阎王殿了。哎，you
庄大哥，再没有什么难为兄弟的了吧？岂敢呐！张爷，张爷，张爷，斧头帮的公春浦带了700兄弟往这儿来了，难道还要我亲自松绑吗？绑人！九哥，多谢了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果然名不虚传，真不愧是东方头号杀手。来来来，来，这第三杯酒是为咱们李逵兄弟压惊。惭愧，惭愧，来，干了啊！干了，干了。昨天我们斧头帮去了那么多弟兄，真该端了张啸林那狗娘养的老窝。那老东西坏得很，该除掉。三哥，你说是吗？是啊。张啸林过去参加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，屠杀忠良，现在又暗中勾结日本的特务组织黑龙会，是个十足的汉奸走狗。这种人呐，真是死有余辜。我们为什么不除掉他呢？啊，李逵啊，九哥不中张啸林自有他的道理。你想想，我们现在的大事是干掉蒋介石，龙林和赵铁桥去南京，目的就是在蒋介石祭扫中山陵时下手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们可不能在上海惹出乱子，打草惊蛇呀。说实在的，这种乱国奸贼，我想人人都会逃而诛之。今生我决定做三件事：杀老蒋，除汉奸，灭黑龙会。九哥，凤鸣，九哥，不好了！出什么事了？赵铁桥向军统告了密，龙林被捕，受尽酷刑也没吐半句真话，最后让他们给枪杀了。王乐平呢？今天一早，他和常恒芳也被暗害了。赵铁桥。啊，诸位诸位，赵某被国府委以招商局总办中。实在是诚惶诚恐了，日后还望诸位多多品尝啊！来来来，来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啊！对不起，少赔了啊！李国杰算是倒霉了，当了多年的董事长，如今让赵铁桥给顶狗娘养的，让这种小人物在市场真是天理不容。大家有失远迎啊！恭喜恭喜！来来来，啊，先请那边，我们一会儿再细谈。先请那边。哎，哎呦，有事了！来人，救命啊！他们往那边跑了，快点！依我说呀，我们干脆带上几十个弟兄，
硬攻招商局，杀得个片甲不留。你要是把招商局给打烂了，日后李国杰回来怎么干？那你说怎么办吧？你说赵铁桥什么地方防范最严？当然是住处和办公室了。防范最严的地方往往也是他最放心最疏忽的地方，要是有人能摸清他办公室的情形就好了。阿伟啊，啊，你怎么把车子开到这么乌七八糟的地方来了？这条小巷僻静，走大街啊风险大。九哥，我认识这里一个叫婉君的姑娘。啊，逛窑子的事情还有脸说？不，九哥，婉君对我有情，还听说赵铁桥也特别宠他。你是想让婉君想办法到赵铁桥的办公室走走？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好吧，如果他对你是真情实意，你让他把这件事情办好，我出钱替他赎身，成全你们，你也该成个家了。婉君小姐，请吧。好。哦，是什么风把婉君表妹吹到这儿来了？啊，嗯，总办大人，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呀、啊，盘查的那么严，要不是陈秘书接我，根本就别想进来。啊，我会会这位亲戚，有事儿请稍后。好的。表妹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找到这里来了？怎么，当了这个招商局总办，就把我给忘了？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？我这是刚刚走马上任，应酬太多。那你就去应酬吧。嗯。进了这间屋子的人，我不想让谁出去，谁就别想迈出门槛。嗯。看你说的。我的宝贝儿。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呀！啊，别急嘛，人家有话说。亲爱的，讨厌！别乱动，那扶手上有按钮，你摁上，外面警铃就会响的。哟，总办大人，你这个办公室防范的可真严呐！怎么，怕谁把你吃了吗？你呀？我。你能把我吃了？哎，救命、啊！你就是声音再大，外面也听不见。我的心肝宝贝儿，你还是先救救我的命吧。哎呦！婉君探到的情况很重要，看来只有晚上才能摸进赵铁桥的办公室。嗯，晚上就是进去了，可是赵铁桥不在，又有什么用啊？放心吧，我自有办法。春浦是开锁专家，这事儿我们俩去了，这太危险了。我看还是让我和三哥一起去吧。不，我一定要亲手杀死他。脚步声还远，正打开四个黄，再打开两个。
是迟到。西呀，你的警报器已经失灵了。哎呀，哎，赵铁锹，我王九光让你死个明白。今天我是来取你的头，即便被你出卖的常恒芳、王乐平、龙林的英灵。赵总办，请留步。刚出门那两位先生是什么时候进来的？咦，怪事了，我把总办送进去以后就一直站在这儿，没见人进去啊。不好，报警，快报警。王亚乔到上海以后一直在和郭富作对，继刺杀淞沪警卫厅厅长徐国良之后，最近又杀害了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锹。你知道吗？赵铁锹是委员长的有功之臣。你这次去上海，务必查清王亚乔的下落，将他缉拿归案。事成之后，重赏10万大洋。听说王亚乔的小妾是你旧日的情人？是的，她叫翠乔，因为八字不合被父母拆散了。这对你很有利，你是个军人，应该懂得迂回战术的作用。吴主任，好。主任，这是警厅提供的情报。警厅方面已经找到了翠巧的娘家，他们只知道王亚乔原来住在金陵东路，前些日子突然搬走了，至今没有消息。总部天天来电催办，可是我们看来在官道上明察不会有什么进展了。是啊，我们的视野要放宽些。看来黑道上的事儿还得黑道上去查。九哥，春浦回来了。哦。照你的意思，二是给金条送还李国杰了。还是不明白，我们除掉了赵铁锹，李国杰又重新独揽了招商局的大权，这个大财主给我们送点礼物也是应该的嘛。再说，我们几百个穷弟兄的日子也不好过呀。啊，李国杰将我送还20根金条，果然是过意不去。我趁机会说，你不是有20多条船吗？送一条给我们，好好生意，我们就感激不尽了。他二话没说，叫我们3天之后去接管那艘吨位最大的江安号。这是他的手令。哦，你们这是死钱变活钱呐！哎，嫂子呢？他要听评弹去了。人们说，你就是为这件事情来上海。
没错。我们大哥想烦老二龙头给王九爷递个话，请他老给个面子，为我们和镰刀帮摆平。二哥，那边递过话了，等着您去摆平呢。好的，我去去就去。失陪了，失陪，请便，请。可不能松口啊！给我上！放开我！翠乔，你不认识我了？你是？我是怀远。怀远哥，日月如梭，一转眼就是8年了。还提那些干什么？往事如烟。好，不提了，不提了。现在过得还好吧？也好，也不好。这话怎么讲？他待我很厚道，像是明媒正娶。可是他外面事儿太多，1年365天，我少说得守300天的空房。报告，进来。吴主任，放下吧。这是你最喜欢的颜色。谢谢你，翠乔，我送送你。不用了，翠乔，你就这么走了吗？
九哥，我们被包围了，你们快走，快走，冲出去！你们快走，快走！我让你走，你快走，九哥。三位用什么早点啊？谢谢你，山田小姐。不必。谢谢你。刘刚和唐明就这么走了，翠巧又下落不明。昨天晚上我真不该，真不该回家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翠巧。如果落到军统手里，一个妇道人家怎么能经得住酷刑？是啊，他跟了你六年，斧头帮的事他知道的太多，军统要是撬开他的嘴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不错，是我们跟踪了你，而不是你告的密。可是你说得清楚吗？王九光那儿你是回不去的，你眼前只有两条路，要么让王九光杀掉，要么帮助国府把王九光缉拿归案，和我一起回南京去，恩恩爱爱的过日子。可是九哥平日待我厚道，我怎么能干那种昧良心的事儿呢？此一时彼一时了，过去你是他的爱妾，现在你是祸殃。你讲良心，可他会发善心吗？可我，我看你心里还是没有我。我，怀远哥。淳朴说的对啊，干什么事情都不要想得太简单，凡事要多往坏处想想。好吧，我这就回家蹲窝子。二哥，王君姐。
婉君姐。小军，怎么样了？家里没人。后来我就跟了上去，他们又到四弟家去了一趟，然后就回宝兴路11号院去了。幸亏我们这一回采取了应变措施，不然可真要大祸临头了。真没想到，怀远哥，现在除你之外我什么都没有了。你可不能骗我呀。放心吧，事成之后我就带你回南京去。是不是和吴怀远有奸情？是。你因为与人通奸，招惹了祸端，致使刘刚、唐明命丧黄泉，对不对？对。你闯祸以后，不仅不思悔改，反而背叛我帮，出卖弟兄，这是不是实情？是。如果你只为了男女私情，我可以放过你。可是你。事到如今，我只好按帮规来处置你了。啊，九哥，九哥，咱们夫妻一场，你就忍心把我撂下吗？九哥，九哥，我帮帮规第二条是什么？叛变本帮，致使兄弟们丧命者死。家法伺候。你走以后，家中父母由本帮奉养，你还有什么话要递给他们吗？让他们告诉世间所有的女子，不要相信那个情字，不要相信那个情字。崔巧，是我王九光怠慢了你。你怎么会？九哥，春浦，什么事啊？
九哥，你睡好了吗？你这是怎么了？李逵，九哥，我们今天一大早去接管江阿伦，可是张啸林已经霸占了这条船，骨头军是黄阿全，仗着人多势众，围住我们就是一通砍杀，六个弟兄就回来了我们两个。他这是欺人太甚了，你去带个信儿给张啸林，你就告诉他，明天上午在荒草坡不见不散。九哥，来，你还是养养元气，再跟他们计较吧。你还没看出来，他们是在算计你呢。是啊，上次他逼我连闯双关，这次又趁我家中有事。你说说，他这不是给我下战书吗？我要是哑巴了，今后上海滩我还怎么混？九爷邀我来此相会，有何见教啊？七个，我江安伦被抢占，兄弟遭血刃，王九不过是被逼上梁山罢了。哎，九爷威震江淮，我怎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？不过那江安伦本为我青帮财物，在下倒是想请教九爷，为何强取豪夺？要是张爷真心和我论江安伦一事，那倒好说。愿将江安伦赠与斧头帮，此君李国杰。不知张爷有何凭据啊？我张某在江湖上混了几十年，还是头一次遇见向我要凭据的人。这就是跟了我大半辈子的凭据。哼，看来你是无心和我论江安伦一事了。王九，赐教了。不要紧张，张爷啊，张爷，张爷，张啸林，我今天饶你一命。今晚六点，我们接管江安伦。张爷，藤井发火了，说我们错过了一个除掉王九光的绝好机会。那他是不知道王九光的厉害，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对手。李国人衣锦沉稳，我敢说，上海滩再也找不着能和他过招的人了。封锁路口，别让他都跑了，回去。张爷，张爷，德贝让人给下了毒了。汉奸同此下场。哼。你们中国有句俗话，打狗看主人。这个王九光
太横行无忌了。最近他还四处散风，说是要铲除黑龙会。我还欣赏你们中国一句话，叫做“来而不往，非礼也”。九哥，找我们什么事儿？我让肖伟去了趟翠巧家，翠巧的爹捎了一封信。信上说翠巧明天要下葬，今天子时在龙华超度，我想还是去一趟吧。那我陪你去吧。不必了，翠巧是不能入祖坟的人，你们去了恐怕不大方便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九哥，小弟失敬了。九哥，并非小弟不讲情义，我是出于无奈。我不必吞吞吐吐，有话摆在明处。事到如今，不必多问了，转过脸去。我王九纵横江湖半辈子，没能活明白，今天更不愿糊里糊涂去死。好吧，看在兄弟一场份上，我把话挑明了吧。是黑龙会要你的头，转过脸去。不，今天我要看着自己的弟兄怎么杀我。站住！别动！我说嘛，翠巧还没过头七，怎么就下葬了呢？我劈了你！还没动手，为什么要干这种事？我欠了一大笔赌债没法还，黑龙会给了我3000大洋，我你找黑龙会是找错了买主，军统赏银10万大洋。九哥，你杀了我吧，我不是人呐！你杀了我吧，杀了我吧，放他走。九哥放你走了。以后别再赌了，那是火坑。拿着吧，留着路上用。九哥，我对不住你，我入了黑龙会了。你一次没能，九哥，你们对我这么仁义，我再也不能瞒着什么了。黑龙会明天上午在杨树府邸军人院聚会，暗道机关在过厅的中科肚脐上，会长叫欧。他是中毒死的，黑龙会的成员在行动前都要服一种特殊的毒药，无论成败都得在规定的时间内回到头子那里服解药，时间一过药性发作就会自行杀人灭口。黑龙会，你先想着，我睡去了。
耻辱。现在，江公主过的机会到了。九哥，你看，那人不是黄山山白川大将要在上海举行淞沪战争胜利祝捷大会，藤井会长命令我们立即炸毁这几个重要目标，以配合前方作战，壮我皇军军威。5小时以内，回来服解药。不到你居然会是黑龙会的头目，我也真没有想到，你这么快就找到了我们。不愧是东方头号杀手。怎么，还想和我较量较量？哼，我还不至于那么自不量力。嘿。我去了，我将在天国里将你铸剑。茶蛋啊，茶蛋，谁要茶蛋呀？哦，卖茶蛋了。哦，先生，叫茶蛋吧。怎么样？都准备好了，你到家去。好的。哎，茶蛋，茶蛋。今の皆さん、今日は我々は爆弾。好ここ、好ここ来れば魔法瓶です。我が物あちへ行け。はい。爆弾。让小鬼子们看看。这就是他们的下场。嗯，有人来了。哦，四弟呀、啊，怎么几天不见，学的斯文了、啊？原来是你啊，是四弟啊，九哥，你辛苦了、啊。哎，见到华哥知道吗？见到了。啊，这是他给你的信。华哥之说。我们资助的那家共产党的红旗报社已经开张了。咱们申报的星光通讯社呀，
也挂出了牌子，开始活动了。这信上还报告了一个重要消息：吴怀远最近要到上海来。他这次来上海的主要目的，是要密捕黑龙会头目藤井。好啊，肉送到砧板上来了。九哥，我看这是报仇的好机会啊！这仇一定要报。不过，吴怀远这次来是对付黑龙会的。如果我们在背后捅他一刀子，那就等于帮了黑龙会的忙。我们一直在查找黑龙会的下落，可是一无所获，还不及个王九光。你这次上海之行至关重要啊！学生明白。上次让王九光从眼皮底下跑了，如果这次再有闪失，我可不好向委员长交代了。谢局座栽培，薛生一定竭尽全力把藤井缉拿归案，将功补过。这是我们军统之花童雪小姐，她对上海的情况了如指掌，这次和你以夫妻名义同去上海，协同行动。吴主任多指教。哪里，倒是怀远要仰仗童小姐指点迷津了。哎，你们说说，这次我们怎么帮助吴怀远共同对付黑龙会？帮他们，军统那帮人九哥还不知道，只怕我们帮不成，反被他们咬一口。用九哥去换那10万元赏银。可是如果我们不帮助吴怀远，万一他被黑龙会干掉了，黑龙会又重振旗鼓，我们还有什么脸面见中国人？大家说的都在理，明着帮，恐怕要帮出个东郭先生的下场。这样吧，那我们就在暗中配合。下来吧。就是这样。把一切都安排好了，就在上面。吴主任，啊，吴主任，同学小姐，二位在这里下榻，请。咱们的人全到齐了，全住在二楼。就这一间卧室？是的。上海李站长今晚8点在天心为咱们接风，那是个妓院，李站长是请我们吃花酒啊。真是活见鬼，吴怀远带着黄珊珊来了。不可能，人怎么会死而复生呢？我和他擦肩而过，看得很清楚。哎，你准是看花眼了吧？哪能啊，连神气都和黄珊珊一模一样。哦，有这事儿？我打听了一下，他现在叫童雪，吴怀远也化名李炳林，两个人以夫妻的名义住在二楼，其他的人也都是假身份，全部住在二楼。不管这个童雪是人是鬼，你还住在3楼6号房间，继续做你的珠宝生意。好，二楼有什么动静，你马上通知我。哎，不要不要！女儿请。哎呦，站长来了，快请。吴主任请啊！啊，李站长请。啊，请。这就是甜心呐。这到底是谁设的圈套？我看是王九光。可是刺客为什么要用斧头？
这不是故意暴露自己吗？也许这是藤井的一石双鸟之计，既杀了我，又嫁祸于人。你们这次去甜心吃花酒，也太招摇了。我怀疑我们中间有奸细，否则他们是来不及准备的。那明天的有恒洋行计划是不是先缓一步？不，有恒洋行的林老板是藤井交通站站长，是掌握藤井行踪的重要人物，我们应该从今天的事变中接受教训，立刻提前行动，让暗藏的奸细来不及报信。啊，你就是有恒洋行的林老板吗？是的，诸位有何公干？明知故问。带走，替了你。哎，走，哎，走，哎，你们凭什么抓我呀？少废话，我可是个安分守己的生意人呢。走，你们不能冤枉好人的。走。哦，装什么蒜？快走，走。怀远，天都快亮了，去睡一会儿吧。今晚冷落了童小姐，明天我一定将功补过，让我们的军统之花心满意足。就我一个。好，那我告诉你，你身边有鬼，处境险恶。你说什么？明早九点，我在荣华寺恭候，详情面告。你们在这儿准备接应，如有意外，我鸣枪为号。先生，你脸上有杀气啊！信口雌黄。你昨晚接连逢凶，可大凶还在后头。若不讨个逢凶化吉的术语，必遭杀身之祸。你是谁？王九光。你干什么？别动！虽然我王九和你不共戴天，可今天来这里会你，却不是为了结个人恩怨的。昨晚的电话是我打的，今天来这里是为了兑现我在电话里的许诺，不知吴先生意下如何？王九爷如此深明大义，吴某岂敢不识好歹？那好，此处不便长谈，请随我来。细听尊便。昨晚我们也去了有恒央行，是有人趁着推搡林老板的机会，把这根毒针刺进了他的后心，也就是这个人泄露了你们去甜心的行动时间。那你能告诉我，这个人是谁吗？
我冒着被缉拿的危险来会你是为了什么？吴某自惭形秽，无地自容啊。这是我们得到的一种黑龙会特制的毒药，我想和你用这种毒药协同策划一次引蛇出洞的行动，到那时鬼魅面貌必然会昭然若揭。不过你必须找一个汉奸死囚犯。这个黑龙会特务看一看嘴强牙硬啊，快说你们的总部设在什么地方，藤井会长住在哪儿，快点说。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黑龙会。你不知道？我会让你知道的。我就不信撬不开你的铁嘴钢牙。老铁伺候。这回你该知道了吧。他服毒了。你是怎么看押犯人的？我们搜过他的全身，没发现毒药。再说他的手脚捆得结结实实的。嗨，人都已经死了，还说那么多有什么用？吴主任，吴主任，在这个黑龙会特务住室的夹缝墙里搜出了藤井的地址。明天凌晨全体出动，务必将藤井缉拿归案。鉴于前次失利的教训，各小组立即清点人数，回旅馆待命，任何人不得外出，更不准打电话，如若违反以奸细论处。怀远，咱们躺会儿去吧。在这个时候，怎么能够尽兴啊？真是个呆子。那我自己躺会儿了。别忘了叫我。好。报告，全体集合完毕。童小姐，该起了。他人不见了。你这个秘密住所马上要来抓你，我实在没有办法通知你，只好冒死跑出来了。什么？吴怀远查到了我这个地址。今天下午在黄陂路，他们抓到了一个我们的人，在那个人家里搜出了你这个秘密住址。黄陂路？是的。混蛋，黄陂路怎么会有我们的人呢？没错，我亲眼看见他服了我们黑龙会的特制毒药而死的。可是你怎么敢肯定我们的药不会落入他人之手呢？你也不仔细想想，我的秘密地址怎么会随便留给别人呢？难道我中了他的圈套？是的，告诉他们这个秘密地址的人恰恰是你自己。经验告诉我，他们就跟在你的身后，而且已经包围了这个住所，看来我们是脱不了身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与其落入他人之手，不如自己告别天皇。随你珊珊姐姐去吧。不，不。
雪。阿雪。阿雪，阿雪。哎，阿雪，我本不该说死者的不是。可是你和你珊珊姐姐相比，确实差得太远了。你们来得好快呀！我不得不佩服你们，军统先生们。你错了，藤井先生，吴怀远正坐等我们的消息呢。啊，那你们是什么人？中国人。是啊，只要一踏上这块土地，就到处都是中国人。太好！糟糕，线又断了。就是活着也不会说的，不过我已经发现了他的秘密。喂，吴先生吗？请讲。准备好纸和笔。好的，我把黑龙会全体名单念给你听。大西路十二弄，周金水，你看，这不就是黄珊珊？十四号，王敏。可是人怎么可能死而复生呢？马秋明。这个世界上解不开的谜，金玉和简直太多了。还有，四马路六弄，林春光。同仁里七号，李娟娟。太好了，吴茂成谢。九爷顶住之恩，不敢当。我们的合作已经结束，我们的较量也就要重新开始。我想，你的戴笠局长是不会放过我的。是的，这次再不能放过他了。他五次密谋暗杀委员长，最近又用星光通信社的幌子刺杀了汪精卫总裁，惹得老头子骂了我十二个娘西皮。委员长下了死命令，实在活的抓不到，失手也要。学生愿肝脑涂地，在所不惜。你来看，王九光一行离开香港以后，去到澳门，乘船到达广东的德庆，现在他们正沿西江溯流而上，向广西的梧州进发。春浦，从德庆出来有一个礼拜了吧，整整八天了，再有一天水路就到梧州了。吴主任，从香港顾青的杀手到了。他知道我们的身份吗？对这个他根本不感兴趣，是自愿让我们蒙上眼睛带到这里来的。那他知道我们要暗杀谁吗？对杀谁他也不感兴趣，给钱就干。让他进来。有请。小姐，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好。我没有什么真实姓名，你就叫我梅里尔好了。啊，抽筋多少？十根金条。二十根。
十五根。哼，二十根。中国说法，这叫做烟雾二家。好，就二十根。不过在成交之前，我要看看你的本事。来，请。你说错了，先生。但这种买卖，完全在于你认为出二十根金条值不值得。怎么样？还要试试吗？不必了，不必了。这五根金条是定金，事成之后全部付清。先生，尽管吩咐吧。你看，就是他。你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吗？为什么我的主顾们都要向我提出这个相同而又愚蠢的问题呢？事情再简单不过了，你出钱，我杀人，仅此而已。如果有人出钱杀你，只要报酬合理，我同样不会拒绝，这是我们的职业道德。好吧，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点动手，我手下人会通知你的，并为你安排好与此有关的一切细节。希望你的情报和我的枪法一样准确。像我王亚乔，自参加同盟会，就是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，由合肥革命军司令安徽副宣慰时，到组织土帮、锄奸团，倒也干了半辈子红货的事。可如今，弟兄们死的死，伤的伤，于立奎全家留在香港，至今音信全无。难道永贞的气数已尽了？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舅哥，来日方长，慢慢再投振兴吧。这里怎么钻出一个洋女人呢？咱们中国地大物博，怎么不招惹洋人呢？杀我，白崇禧也来逼我，梧州是待不下去了。思前想后啊，只有中共不和老蒋妥协，所以我想率众投奔延安。此举甚好，只是我们和共产党素无交往，只资助过一次他们的《红旗日报》，不知道延安方面肯不肯接纳我们这些江湖人物啊？李济深和中共接触比较多啊，我托他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。这封信写的情真意切，事不宜迟。你看，我是不是马上交给谢文达，叫他立即动身去延安？好。另外，我再设法通知香港那边，叫于立奎也做好准备。好吧，哎，于立奎和婉君已经半年没有消息了。
怎么又变卦了？那好，你就回去再尝尝木驴和火锥的滋味，然后到阴曹地府去见玉魁吧。带走。长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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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孩子还小，我求求你，还是不愿意告别这个世界吧。那你就打电话把王亚乔叫出来，事成之后我送你们母子回老家去，平平安安的过日子。嗯，我天哪，哎，九哥，你是？我是婉君啊。婉君，你在哪儿？我。李逵呢？李逵在香港让军统抓走，被打死了。我和孩子逃到梧州来找你。喂，喂，九哥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我们孤儿寡母，全依靠九哥了。婉君。有九哥在，不会让你和孩子受苦。你在什么地方？我去接你们。我们的钱都花光了，没地方可去，只好住在看守中山纪念堂的一个老乡家里。中山纪念堂。你就等在那里，千万不要动，我马上去接你。九哥，三爷，您回来了。啊，哎，九哥人呢？他到中山纪念堂去接他二弟妹去了。二弟妹，婉君？说不上叫什么。九爷只吩咐说，二弟妹来梧州了，今晚给他娘俩接风呢。九哥，婉君，九哥。九哥让你们受苦了，孩子呢？九爷得罪了，这是山姑丈夫干的呀！九爷海涵，九爷啊！九哥，我来晚了，上！
带走。生何勇，死亦未。走。